早上7:51，欢迎您回到电视早餐，继续还是要来关心哦。现在屏东县卫生局查扣到鼎新屏东厂221桶从大统长基公司进货来的红色油桶，其中啊发现有51桶上方都注记有英文字母 A， 哎，结果当初大家还以为说这个 A 是不是表示 A 特级啊比较好呢？但是有根据呢大统公司负责人高正立的证词才发现，原来啊这些都代表掺杂了同叶绿素的加色绿色橄榄油。那么屏县府呢食品卫生科长李家芳就说，当初大家都以为说 A 级哦是比较好的油，没有想到如今哦真的是让大家恍然大悟了。